觅对象，无敌迷恋你一场，就当风雨下潮涨。如果真的太好，如错看了多好，不想证实有没有过倾慕。是无力或有心，像迷像戏，谁又会似我演得更好？从眉梢中感觉到，从眼角看不到，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是无力但有心，暗来冥往，谁说这算是情愫？但愿我可以没成长，完全凭直觉觅对象，恋你一场，就当风雨下潮涨。如果真的太好，如错看了多好，不想证实有没有过倾慕。是无力或有心，像迷像戏，谁又会似我演得更好？从眉梢中感觉到，从眼角看不到，仿佛已是最直接的裸露。是无力但有心，暗来冥往，谁说这算是情愫？谢谢大家，多谢支持，感受完果冻，还有新人们，新来的朋友。好了，这个版本，这个版本是改编的，是吧？邓紫棋的一个改编的版本。刚刚这个歌呢，就是哥哥的这一首歌曲《有新人》啊。旧梦，旧梦一场，哎。旧梦和旧梦一场是哪一首歌？旧梦一场，听一下是什么歌？广谱歌是吧？哦，我还以为是那首旧梦。总有几段旧爱昙花一刹芬芳，换几人划过梦的中央。每次回首间，曾国军吃饱晚饭了吗？翻个生日歌先哦，到时先看一下先哈。你们这样子一吹，曾国军要赶着回来了。哒哒哒哒，梦中的爱的当初模样。情深一往，昨日人去楼空，泪微凉，道不尽缘分无常。哦，这首歌啊，风过水淌，红尘难逃几次人手花光。
张张张张啊，这个歌，这个歌的主歌，主歌我要听一下先，这个。我看一下安排哪个时间段好了，现在是8:58，九点，等一下我们到九点，几点好呢？这个。先放个生日歌，曾木君已经回来了是吧？哒哒哒哒哒哒，昨日人去楼空，泪微凉，道不尽缘。没事没事，我们的时间，你看平时下播的时间都9点多，是不是？9:15吧，9:15，我们来连线好不好？9:15。哒哒哒哒哒哒。他日总有某人一世情长。七分钟。好，刚刚潮哥说到这个歌，我们刚好现在是快到九点中场时间，试一下这个歌曲。我这个歌主歌还不太熟哎，可能会翻车哈，系好安全带哈，来啦。真不太熟这个。总有几段旧爱，残花一下芬芳，换几眼划过梦的中央。每次回首，总留一抹惆怅，拼凑铁门半生的浮想。不是谁说经过远近有多荒凉，恍惚说一切为爱痴狂。一别两荒，细数曾经过往，梦中你还如当初模样。早知惊鸿一场，何必情深一往，昨日烟去楼空，泪微凉。道不尽缘分无常，情如风过水淌，红尘难逃几次人手花黄。是我们自己人，献丑了，献丑了。哎，这个歌还真的，我只听过一个副歌。哎呦，当时短视频上面也是听到一个副歌，主歌还是刚刚听了一遍。谢谢支持，献丑献丑。还有感谢我们潮哥，还有果冻。很快就会，没有这些歌曲，现代这些歌曲啊，很多啊，一听很快就上头了。
是吧？通常容易上脑的那些歌呢，就容易学，容易学的那些歌呢，通常我们都会单曲去循环，对不对？单曲循环，觉得像我们抖脚节奏那些歌哈。再加上我这么多年了，是不是唱歌这么多年？大概旋律怎么走，可能有些许的自己改了。诗情画意啊，这个词也是什么？哎，还有一首啊，《一曲相思》。既然说到这个歌，说到这个歌《一曲相思》，给大家再来一首《一曲相思》，相思之苦，一曲。这个呢，就是国乐混合版。醉眼和风花雪月浪漫，痴情用多半贪恋，安静丑都好看，让你痛不欲生，让你沉醉装疯，总天脱太狂顾，直到笑着哭才懂，用梦 so sick 给伤心千百夜，与他孤身醉影，何时何来这执着，欲断恋意化飞燕望惆怅，任亦思考我唱，仍然无惧力左风霜，在风花气雪雨梦就醒花正香，何曾遗落且执着，欲断免疫化飞燕望惆怅，任亦思考我唱，仍然无惧力左风霜，醉眼和风花雪月浪漫，痴心人多半贪恋，爱情丑都好看，让你痛不欲生，让你沉醉装疯，总有天脱胎换骨，直到笑着哭才懂，用梦 so sick 给伤心千百夜，与他孤身谁影，何时何落下这执着，欲断念忆化飞燕望惆怅，任亦思考我唱，仍然无惧力左风霜，欲问世间最风花气雪雨，梦就醒花正香，何曾遗落下这执着，欲断念忆化飞燕望惆怅，任亦思考我唱，仍然无惧力左风霜，曲字寄相思，寄相思好难读，相思，是不是一个粤语版又不一样的感觉呢？所以说这些古风类型，我觉得、改成粤语版之后呢，好像哎，又另一个歌一样变成了。像当时我们发那个副歌的时候，就短视频嘛，当时就发一个短视频的副歌，是吧？发了一段，然后很多人都以为是新歌，或者是哎，这是什么歌？原来他们单曲循环很多遍，相思，相思之苦。所以刚刚哎，其实还有就像旧梦，刚刚乔哥点到旧梦一场那个歌，如果。有人会改出一个粤语出来的话，我们一唱又是新的感觉了。这些歌曲，哎呀，好多啊！真的，一改了粤语之后呢，又有不一样的感觉了，变成哦，对，还有笑娜，对不对？笑娜也很久没有唱到了。来，欢迎来到直播间的朋友，现在是中场环节哈，我们中场环节呢都会有一些不一样类型的歌来送上给大家。
者是直播间才能收听到的。因为有一些歌曲还没有拿到那个版权的话呢，就不能出那个完整版在听歌的地方哈。所以我们尽可能如果有拿到那些呢，都会安排完整版来分享的，在听歌的地方。或者你们有好听的歌也可以推荐哈，也可以推荐来直播间来推荐哈。哎呀，欢迎欢迎，常来做客啊！今天是最后一场，放假前的最后一场，国庆假期的前夕最后一场了。民谣歌曲是吧？民谣类型类似于哦，也有。那首歌多久？啊，哪一首歌？婷婷说的那首新歌是不是新歌？明天啊，记得锁定明天九点半，新歌上线，唱民谣的歌曲。南山南北海北，还有那个什么成都啊，那些是不是民谣一点的？哎，感谢我们空白，我们的钻粉们，谢谢大家，谢谢支持。对，今天29，明天30上线一首新歌哈，原唱歌，原唱系列，玩，那首歌叫做好好玩，放假好好玩，好好放松心情。好，接下来呢，给大家来一首请笑纳。世界里面似影画，人在画中畅游，月半弯，月照悠悠水中那鲜花，又见清风翻扬山彩霞，期望与你结伴到海边，遥望远处灿烂那星光，月照倒影温馨似诗画，为我轻轻吹散了牵挂，辗转这念挂，为你沏好这杯茶，可惜世人再不爱杜鹃花，公子你在吗？为何里流是爱吗？回看已几个冬夏，走不醉人日便自吹吗？半日壶清茶，沾碎这念挂，可惜世人遗忘杜鹃花，俗世里皮沙，前面老人是你吗？伴那雪纷飞飘下，走不醉人日便自醉吗？随消失了烟霞，再归家。请笑纳，请笑纳，我已经为你们沏好了茶。品茶，繁华世界里面似影画，人在画中畅游，月半弯，月照悠悠水中那鲜花，又见清风翻扬山彩霞，期望与你结伴到海边，望远处灿烂那星光，月照倒影温馨似诗画，为我轻轻吹散了牵挂，辗转这念挂，为你沏好这杯茶，可惜世人再不爱杜鹃花，公子你在吗？为何里流是爱吗？回看已几个冬夏，走不醉人日便自醉吗？半日壶清茶，沾碎这念挂，梦里镜花卷彩霞，可惜世人遗忘杜鹃花，走世里皮沙，前面老人是你吗？伴那雪纷飞飘下，走不醉人日便自醉吗？谁消失
色了烟霞再归家。公子请笑纳，上场。三级六八，谢谢支持，感谢我们自己啊！上双产为什么要上双产？喝茶喝茶配，不是配糕点的吗？食饼泡一个花茶，再配上一些甜点啊，这是酸菜。刚刚那是配酸菜。多谢支持，谢谢大家，欢迎来捧场收听的朋友。好了，我们差不多都时间了啊，现在呢也过了广普的时间呢，接着这个时间段广告时间，我们呢要准备要连线了，是吧？在连线之前，大家来上一个生日歌先，我要放一个生日歌给我们的亲爱的字幕君，然后大家一起来送个祝福，好不好？送波祝福。来送上给我们的字幕君。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是我们的字幕君生日，也感谢大家的陪伴。字幕君呢是出现在我们两年之前，当时在某个平台上面，当时那个平台上面呢是没有字幕的，就现在不像现在一样可以放出字幕来的。然后呢有一个人出现了，他来自上海那边，他为我们打歌词，一句一句的放出来，哦，而且他不会粤语的，每天晚上直播呢也会飘出啊，就飘出来这个我们的歌词，为大家啊，就是为大家以让大家来更好的可以边听歌边收听到，知道那个歌讲的意思，那个歌词。哇，你看杰派大哥放烟花了。哎，趁着这个时候呢，五星也过了，谢谢大家，感谢我们助力团在中场的时候完成了直播间的五星挑战，多谢机器，是吧？你们也和字幕君一样，是吧？从那边另外一个平台过，跟着过来的斗鱼这边，不知不觉过了两年了，这里时间过得非常的快，我还真的没有想到，哇，大家。大家一路真的有一些甚至是除了从我刚刚开始啊这边平台播的时候呢已经一路过来，然后到现在啊还是跟随着我们的小红帽粉丝团好几年了，有关注好几年的，比心，谢谢支持。好了，那接下来呢这个时间段呢我们来连个麦，就是连一下我们字幕君，好不好？还记得当年第一次连线是在某平台上面，哇，那时候字幕君讲了一段话，那段话我印象非常深刻，在我人生道路上面。那今天字幕君不知道要对大家讲什么，但是我希望就是我要想说是连一个线呢，是因为当年的时候连过一次，然后我印象非常深刻，所以我希望今年陪我们过了这么长时间了，在这个平台上面，是不是？我在斗鱼，大家跟过来这边哈，跟过来这边这么长时间了。也说一段话来总结也行，是吧？给个总结，年度总结了。因为现在你看，快九月过去了，到十月之后呢，又准备过了几个月呢，要跨年了，这个是不是？要跨年，那之后的路我也不知道要飘往哪里，我也不知道。但是很开心的是呢，大家的一路的追随，一路的跟紧那个步伐，不离不弃。谢谢支持。祝你生日快乐，祝你幸福。唱首歌，你们期待字幕君唱歌是吗？我来连个线先，我来连一个线。这个就是给大家。祝你生日快乐。
带上字幕的字幕君来听一下哈。我来打过去吧，我看一下，我找一下先哈。我直接打那个语音好了，这个准备好了吗？字幕君好好紧张。为了减缓这个轻松的氛围，我现在有背景音乐，不紧张。放这个歌还是挺好的，这个放现在这个，不要放。来吧，我来点，连一下。哇！我第一次连过去听到自己的歌。听一下先，我们先听一下。哎，听到了，喂，字幕君，有吗？有声音吗？有，好听吧？哇，为什么可以设置一个这个歌曲的？最爱的遗憾，哎，可以啊，真的，哇，我还想说放一下这个最爱的遗憾，直播间有一个叫最爱的遗憾，你的。看看的名字的歌曲，最爱的遗憾，跟老班啊，老班真是深藏不露啊。来吧，哇，事隔多少年啊？当时打语音的时候到现在，真的很长了，过了时间一年吧，是的，我们又事隔一年再次的连线，什么样的感的什么样的感觉呢？这个。紧张死了，我很紧张，我现在很紧张，我现在都出汗了，你知道吗？出汗，怎么办呀、啊？真的是，我还是对字幕君的声音还是挺熟悉的，因为我们连过好几次，对，连线连过好几次。Happy birthday to you， 沙尔法老。都连吧，是不是？对。谢谢，我感觉。原本想说你要慢慢吃，庆祝完然后再回来，我们快到尾声的时候再连也没关系的，这个。你看还字幕君刚刚冲回来、哦、你知道吗我老爸坐副驾驶，他从来没有看到我开那么快，哎，你能不能开慢一点啊？你知道他全程把那个手拉着那个车子的扶手，我说你那么害怕干嘛？哎呦，真的是，他说你能不能开慢一点，我说我来不及了，我要赶回去。他不知道赶过来，哎，原来很多人在等着过生日。对呀、啊，然后，终于有惊无险的到了。我说我不送你进去了，你自己进去吧。我说我要赶回去了，我刚才看直播去了。我说，你看你们吹的这么赶，搞到字幕君这边，然后准备好好过一个生日了。连闯两个红灯，我明天我估计我要吃超跑单了。哎呦，我得去看一下。哎呦，有没有罚款单？真的，你不。笑死我了，我就卡在那个黄灯跳红灯的那一瞬间，我就砰就飞过去了。真的注意安全，不用这么赶了，不用还好。对，好吧，我们来哦，你们要听字幕君唱歌是吧？唱歌、啊、今天寿星唱歌，不是说应该说我要唱一首生日歌给寿星才对。对呀、啊对啊，唱一首歌给我听吧。刚刚放了一首《最爱的遗憾》，你那边我看一下。什么时候、啊？不是啊，我说打给你的时候，你这边可以放一个设置《最爱的遗憾》吗？对呀、啊。我要唱一首什么歌呢？我和你。好啊。好啊，我最爱了嘛。好嘞最爱我和你，我副歌怎么唱？副歌，等我想副歌是怎么唱的。我自己的歌我都不知道，上一下歌词好吗？现在字幕君在连线当中，有没有弹幕上面可以上个歌词？有啊，还有，有没有看看哪个现在是考验大家的时候了？我和你的那个歌曲，你和我的歌曲的歌词副歌部分，大家知道吗？知道，必须知道。不是，原来一生只爱你一个啊，这个是最爱遗憾吗？谁说的？空白。
白是吧？空白这个捣蛋鬼啊，天天在直播间捣蛋。你看，你看，想要想欧问一下大家，这个歌词应该是什么？没人答出来。我再给个机会看看哪个第一个。你应该不给提示，看看看看哪个哪个。现在可我觉得他们应该在查，所以就查出来了。来，我来，我来。你看，要寿星打出来。好啦，我来唱一句。谁曾孤单？谁曾孤单中灰心中伤心中都愿意哼出心底烈火受到几多的失意都不再困惑愿你我无悔每次闯过明明天多高海多深跨步渡过即使遭遇坎坷就算几多风波都愿伴我人海里仍抱紧我明白中有难回到的当初仍不怕失那岁月你和走一趟哎呦合作合作愉快可以可以隔空来合作了一曲嗯没有没有没有我们两个人我们没有延迟那边就是连上就是应该弹幕那边就有延迟他们听到了那个对对对对对看的可能这个我的小伙伴们好吧好吧哎今天有没有什么想说的呢想对大家说的话呢有好吧我跟你讲我有挺多话要说的就是可能今天这个它不是说感动你的啊就是有一些情绪啊，有一些感受、啊，就是关注你这么多年来、啊，是一些比较负面的一些东西吧。因为那我们来，人生不可能有完美嘛，对对，它总会有负能量在。嗯，对吧？就是很多时候，哎，想倾诉一下，借这个机会啊，就是大家反正听一下吧，耐心的听我。讲一下我这一年来这个的一些情绪和感受吧。好的，好的。那要不要放个背景音乐？好啊，好啊，好啊，好。这边放吧，这边放吧。你那边是吗？那我这边就我这边放可能有延迟啊，你放吧。我放。哦、不过你放可能没有，你放可能我这边听不到。哦，是。嗯，是不是？上次也是。是。你那边放我们根本就没听到。嗯。就是你耳机里边是有声音的。嗯。是吧？要放什么背景音乐呢？你要不要放？你那边放也行，像上一之前一样。我放这个吧，我放这个好不好？听听看。好，咁我呢边关咗佢先哈。听听看，这声音怎么样？嗯。响不响？看一下，大小正好吗？哎，我很喜欢听这首《朋友》啊。繁星。有没有卡？有没有卡？没有。没卡是吧？应该能输出去的时候，嗯。我稍微再轻点吧，会不会太响啊？还好吗？大家能听到背景音乐吗？有背景音乐。对啊，刷个弹幕可以吗？那个大小声。听下先。可以可以的话，那我就开始喽。可以吗？啊，谭咏麟的啊。系系啊系啊系系系。可以了 ，OK 了，可以，好好好。那我就开始了啊。嗯嗯。直播间的小伙伴们晚上好 ,Open 晚上好很开心能连线进直播间和 Open 聊天听说生日寿星可以许三个愿望那么今年第一个愿望我要许给 Open 祝 Open 身体健康万事皆所盼心福璀璨耀眼一路长虹第二个愿望要许给我爱我和我爱的人愿他们的生活幸福美满心想事成第三个愿望那肯定是留给我自己啊那至于什么愿望呢保密啊这个不能说出来啊说出来就不灵了啊生日愿望就许完了啊就是、哦、我们现在正式进入 Open 520电台模式啊今天这个时间段由我来主持直播间的新朋友老朋友小朋友大朋友们大家晚上好我是字幕君 Vivi
我们常说心态胜过年龄，微笑胜过颜值，健康胜过金钱，三观胜过城府。其实关注 Open 的这么多年来啊，不被认可时的那种失落，那个被人无故拉黑时的伤心，被人曲解误判时的委屈，被人骂难听话时的气愤，那时的我就会想，要是前两年我不关注 Open， 只做一个过客，是不是就不会有那么多烦恼了？但事情往往有它的两面性。在你遇到这些糟心事的同时，同样正在发生的是被温暖、被感动、被人认可。一句做好自己就好啦，无论结果如何，我都会站在你旁边，带给我的是无数的感动和动力。所以事后想来，无论经历什么，是喜是悲，都将会成为你人生路上一段精彩及珍贵的回忆。爱上善良和感恩，去遇见温暖和幸福。我常说，你若不离，我便不弃。支持 Open 的信念永远不会改变。我不高冷，但我能让我主动的人不多。很多人会觉得字幕君为什么会那么疯狂的520 Open 啊？我想说，征服我的就只因为一个高音，那句 Away。520就是那么一瞬间的事情，所以520从来不是情人的专属，关于爱的演绎也从来不止一种。520除了表达爱意之外，它其实还被赋予了亲情、友情和一种特殊的情感表达。这种特殊的情感便是粉丝与偶像之间的牵绊，这是一种介于友情之上、亲情之下、爱情未满的奇妙情缘，是饱含着对偶像的欣赏、崇拜、尊重、敬爱的复杂心态。这种520是特别的、独有的、可遇不可求的，我很珍惜这份特殊的友情。所以这么多年来我一直坚持下去的原因，就是这份特殊又珍贵的友情。所以我不想那么轻易的被那些流言蜚语打倒，我想一直支持下去。 Open 之声相伴一生，感谢大家的收听，这是 Open 520电台，我是 Vivi， 大家晚安。掌声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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还可以吗？不错不错，我跟你讲，我差点念哭了。你的，Emma，我听到了你的心声。这次的心声是来自字幕君的心声。这两年，因为刚刚开始的时候，哎，这个过程还真的，你刚刚写出了你的心声，我收到了。嗯，就是很多，就是很多时候会有这种负面的情绪在。就很可能就是有一些事情会被你知道，我不知道也就算了，就是让你知道了以后，就这种心情你懂吗？就会很不开心，很不开心。就为什么会有人会这样误解我？我搞不懂，对吧？但是我说了嘛，事情有两面性的。对。那有不好也有好嘛，对吧？所以这个我们要对啊，心态放平，然后往好的方面去想嘛，对啊。是。你看你第一次连麦的时候是刚刚认识我们，然后进入到我们的大家庭 是吧小帽大家庭，这个时候呢就是因为声音因为音乐所以我们相遇了，然后现在呢作为管理员就是变成了作为小帽的管理员之一嘛，是吧？肯定会有很多遇到很多事很多人，然后所以很多对啊，是是非非啊，或者是你刚刚说的遇到开心不开心的那些事。像我一样，我其实对对对，就一直会想嘛，一直会去想，就你不让我知道，我就不会去想，对不对？一旦知道了这件事情以后，就会思考啊，这个事情真的是我的问题吗？或者是真的是哪里我做的不到位啊？怎么样？反正就会去想嘛。但是那还有会有支持我的人在嘛，就是有鼓励我的人在，所以我不怕嘛，对不对？一路上有人支持就不怕了。
就比如说以前开就刚刚开始的时候，然后我们这边不是有管理员吗，也有管理员，然后也有一些是 粉丝嘛，歌迷朋友，然后刚刚进来的，然后刚刚进来的一些朋友会觉得哎，这个管理怎么样怎么样，那个管理怎么样怎么样，就会说很多那些话嘛，然后就会哎跟反映到我这边，然后其实我也不知道怎么样去处理这些事情，因为我其实想要看到的是大家团结，然后因为音乐相遇嘛，这是一种缘分，就不要对啊，不要说怎么样谁谁谁谁谁那些，因为我们主要还是因为分享音乐为主嘛，我们的对啊，我们的目的主要是想分享音乐，让大家在生活当中能够找到动力，然后呢有一股力量，对啊，带着一起前行，这样子相互的嘛，是吧？这个是啊，就是其实很简单的一个事情，很简单的一个支持，被误解以后，它会变得很扭曲、很妖魔化，啊，对对对，是吧？就是这种事情是最可怕的，就比如像可取的，你刚刚说像比如说是换成是我，我现在我的是来自于歌迷，或者是有一些是不支持我的一些人，然后两面。就比如说我在网络上面我遇到很多黑自己的，或者是他说你哇为什么什么这样的，但是你的动力源是哪里呢？哎，支持你的那些人是不是？所以我说为了大家我要坚持下去，就是因为这个这个动力。果然我们的心灵是相通的，我们的想法也是一致的。所以呢我希望，我也想不太通这个事情。所以我们不要在意，真的比如说遇到哪一些令自己不开心的那些事情的话呢，尽量不要去想它，然后往好的那些方面去想就行了。对对对，是毕竟还是支持和在一起相互抱团的人多嘛，黑粉还是少数，但是就是有那么几个黑粉会这样去攻击你，是吧？就不得不让我就是有这方面的想法，就是可能会想着说，哎，既然有这样的人对我有这样的意见或怎么样，我退出吧，是吧？就是有这样的想法那个时候，哎，但是后来这个因为好的一方面是。很多会过来帮助你，会帮你带出这一个不好的事情里边，是啊，帮你带出来，是啊，你不要为了那一些不好的，然后去做自己不，就是你想退出吗？或者是你想退出这个家庭吗？就是我们的大小猫，对啊，所以你不要为了另外一些负面的，是违心的去做自己，哎，其实不想去做的一方面。那个事情，比如说我如果比如说我现在我听到那边的人说我，哎，你其实不是唱歌的料，或者是你都不是音乐专业，或者是你好像很方哪方面都不太好，然后你就难道我就不要坚持了吗？难道我就哎我不坚持去唱歌了吗？不是的吧，是我喜欢这个方面，我要去往自己的心去走嘛，是吧？重新去出发，我那本相册就是告诉大家重新出发，就是你心里想要怎么样去走，然后你就按照自己心去走就行了。秦老师说的对。你看我说秦老师说的在理。广普好难表达哦。那容易对吧，我可以听懂一 点。听懂了。我可以听懂一点点，我说是一点点。我发的那本专辑虽然里面设计这次的不是我自己的，是吧？不是我自己设计出来的，但是呢主题是我想的主题，因为我想要表达给大家的，对啊对啊，第一本的主题也是我自己想的，第二本也是我自己哈。我不会讲粤语啊，我不会讲粤语，我会讲我头就讲了，我跟你们说，他们以为是字幕君打字幕，怎么可能不会讲粤语？字幕君是上海那边的，很多朋友以为字幕君是我们的公司的人，或者是我的团队里面的那些人，不是，字幕君是只像跟大家一样，就是我们的其中的一个听众而已。这个对，但是他很用心在为我们的，对啊，你看打字幕，还有平时收集大家的生日，然后来告诉我说，哎，谁谁谁生日了，然后我才留意到这个细节。其实这些行为，其实这些行为，其实，不过你可以讲粤语，你可以讲一段粤语跟我讲一
想一下，我一开始在讲什么。好吧。哦，你能听得懂是吧？我听不懂。听不懂。其实呢啲小小嘅行为咧，可以表现到自己已经即系，比如话，虽然佢唔系话哇好大，我收到好大嘅一份礼物，系嘛？但是呢，我们其实拿到一个贺卡，我知道有很多朋友是已经很开心了。我做这个动作，其实觉得，哎，我只是说了一句话而已，但是另外一个人他会很暖心，收到一个很暖心的。我觉得这一个很就是意义的所在。所以为什么我坚持，哎，你当时说提议说发贺卡给他们的时候。有些人可能会觉得哇好无聊哦，或者是这些为什么要做这些呢？你明明就是说怎么样的哈？然后我觉得，但是有一些，是不是？但是我觉得这些虽然是很看起来很无聊，或者是哎这种其实也没有什么做那种什么怎么表达？你看有好哦，去年的贺卡还收藏着，是吧？是啊，就对于他们来说，这很有意义的东西来的。你自己可能就会觉得，哎，这其实我觉得是一个很小的事情，或者怎么样。但是对其他人来说，他觉得是很珍贵的一个东西来的。是啊，是啊，这个事情，这个就是什么？这个就是粉丝和偶像之间的一种关系，你知道吗？就是知道知道，就是崇拜感，你知道吗？这个。他其实他这个520表达的这个意思，我刚刚就说了，520我们想表达的意思并不是说我爱你，我爱你是男女之间的爱情，它是一种崇拜，它是一种敬仰，它是一种对偶像的喜爱，知道吗？它并不是说我要怎么样，我对你好，我是有目的的，有前提的，我对你好，我一定要得到什么。并不是，对啊，我讲到底，喜欢这件事情就是很瞬间的一个事情，真的是很瞬间的事情。为什么？因为在当我看到你直播的那个，在那个某音直播的那个时候，我第一次刷到你的时候，我并没有说我想去听，因为你当时唱的是粤语歌，我一直在想，我不懂为什么，哎，为什么会？把一个唱粤语歌的歌手推给我看，我又不听粤语歌，你推给我看是什么意思呢？我没有搞懂，然后我就直接划过去了。第二天我不知道为什么又刷到了，哎，这一次你知道在唱什么吗？就是那天我说的那个歌 Away。 对 Away。 然后你知道吗，那个歌我们大家都知道邓紫棋那个歌本来就很难唱嘛，对不对？很高音的。我就在想，哇，这个主播好厉害啊，竟然这么高的音都给唱上去了。那个一瞬间就是喜欢上了，就没有任何理由的，他就是好听，他这个歌唱的就是好听，就是喜欢有才华的唱歌好听的，因此而已，就这样，对吧？就是我对一个歌手的一个对最最基本的一个要求，就是歌要唱的好听，歌要高音要飙得上去，这是最基本的一个东西。然后你就是完全符合了我这个喜好喜爱，然后就一直这样子听到现在，就觉得唱歌好好听哦，真的好好听哦，每个歌都是诠释的很好，对吧？高音也很好，低音也好，中音也好，都很好，不知道挑出毛病。没有记。其实也有很多，我其实也有很多翻车的现场，只是大家就是对我的包容而已。我知道是很多朋友对我的包容而已。哎，翻车这个事情其实看淡一点，我觉得翻车这个事情很正常。哎，每首歌你都要去唱得很好，对吗？翻车是一种乐趣，并不是说你每一首歌我都要会唱，我都要唱得很好，而且是不苟言，每个字都不能错。我觉得你说的应该有好多好多听众都是遇过同样的事情，是吧？可能他们刚刚开始也是这样子，跨过去，哎，应该又因为某一首才，哎，有。对，我不是因为 open 的笑容，我根本就不是因为 open 的笑容，他是另外一个点，他的另外一个点。作为天秤座的我来说，其实我是很严控的，只不过说这个主播在我心里的那个位置，他的这个唱歌的才能才华是符合我这个点的。然后之后我其实才关注到 Open 的笑容，哎，这主播笑容还挺美的，长在我的审美上了，仅此而已。
漂亮，她不需要长得很标致，对吧？眼睛很大，鼻子很高，对不对？她长在我审美上的就对了，演员就很重要。嗯，对，对上了就是对上了。嗯嗯嗯，对吧？真的，就是磁场对上了就是对上了。对呀、啊。我对上了就是对上了，你哪怕你这个今天这个主播你唱的很难听的，或者是就是靠一个颜值在那边播的，我根本就不会去看的。所以说，就首先这个才华是在了，不要在意别人说的。哎，你知道我这个人颜控啊，我是颜控啊。搞笑，等一下越说他们要越拉一些东西出来了，激动起来，激动起来，真的。哎呦，真的，姨真的是，哎，总觉得有点那个了，我有点圆不过来了。其实我在想，有关注我的一些听众朋友，其实是什么样的？他们是做什么工作的？然后或者是他们的兴趣喜好啊，或者是就是我在想这样的问题，也有想过，就是每一个人的生活的圈子都不一样嘛，所以我在想，究竟喜欢我的一些人，他们究竟是哪一个？对啊，哪一些呢？就。我认识你这么久，你都不知道我是做什么的吧？真的，嗯，因为我从来没有讲过，对吗？不过，字幕君还是真的好给力。就你看，我们每次活动，像有生日啊，或者是怎么样，那些都会有那个收集到我们的自己人的一些视频，然后剪辑成一个片，是吧？给我们这边跟 IT 有关。其实之前我和你一样，我也是做设计的，就是我是做平面设计的，我是做平面设计的。哦。但是那个一些就平时为什么我会做一些海报给你看，就是因为我之前也是做设计的嘛。哦。然后后来因为那个家庭这边，对吧？嗯，就是家庭原因啦，对不对？换了工作。嗯。那换了工作以后就变成不是这些方面的。那个做这方面事情了嘛，就是不涉及这方面的事情了，但是基本功还是在的呀，是吧？你看，如果字幕君是广东这边广州的话，平时拍视频都可以叫上字幕君拍。哦，是啊，可不是吗？我身边还是做的多好，是啊，做的多好，制作的还有，而且很有心，而且还了解到我们的一些。虽然字幕君关注到我才两年多，是吧？是吧？两年多一点，对 对, 对。但是他比一些以前啊，以前有关注到我到现在的，其实我觉得你比他们更了解，因为你有去进一步的去看以前啊，或者是看我的一些经历，这个路程道路是怎么走过来的那些经历。而且每晚直播也有听，因为知道为什么会去这么做嘛，就是当时因为这种东西就是双方的，就是我关注你之后在直播间做的一些事情你看到了，嗯，你当时就直接给了一个管理，那个时候我觉得说，哎，怎么 open 我刚进来的一个小萌新给我一个管理啊，我就是没能搞明白，就是不知道为什么会给我这样的一个。管理的一个职称，对吗？那后来我想想啊，那既然 Open 对吧，对我那么信任，对吧？给了一个管理我，那我总归要帮他管理好啊，对吧？就是因为叫管理了，我才要有管理的样子，对不对？要把这个你的，不管你的群也好，不管你的直播间也好，把它秩序维护起来，把热度搞起来，对不对？把群里边的一些，对吧？那个能聊天的人啊，对，聚拢，对吧？就是能够一起抱团一下，对吧？嗯，这当时我想的就是能够做到，能够帮你做到的就只有这些，其实我能做的也只有这些，真的真的，就我，对啊，不可以干涉太多，其实我能做的就点到为止就可以了，我觉得这个是粉丝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对吧？管理应该做的一些事情，再深入我觉得除非你要求。真的太给力了，你知道吗？我有时候都觉得好惊呆了。我一发，哇，下一秒好像就在我旁边助理一样啊，哇，就这个速度，神速到，哇，管不是，没有啊，是因为我开通知啦，通知他一开就会弹出来嘛，对不对？就每个东西我都允许通知嘛，他允许通知了，就每次谁一发。
就会有弹窗，所以我觉得窗点进来太用心了，真的非常感谢你这几年为我们做的，真的为我做了一些事情，真的没有是这个喜欢这个事情就很难说，也就不求回报的，你知道吗？这个东西确实是怎么说啊？我感觉就是对你好，我觉得我不是说我要索求一些什么东西，我就是想对你好，仅此而已，就是想对你好，因为你是我的偶像呀，对吗？没有没有，谢谢，感谢我们字幕君，生日快乐 ，Happy Birthday！ 啊，谢谢 ，Open， 谢谢，感谢大家对我这个直播间这些唠唠叨叨哈，那个不打扰大家是这么些时间，打扰多少时间了？还挺久了，没有，不好意思，我撤了，各位，拜拜，来上一波，生日快乐，我们一起来上一波祝福。谢谢大日子啊，今天又一个。哎呦，蛋糕我知道了，多谢。吃蛋糕，切蛋糕了哟。好，愿望也许了，蛋糕也吃了，生日歌也听了，满足了。好的，感谢我们字幕君。好的，那先关了啊，拜拜，各位直播间的小伙伴，拜拜，我们拜拜。过了啊。嗯，好。哇哦。嚟首歌，跟住要嚟首歌。电台也播了。哇，很开心和大家来聊天，真的。今天把我们字幕君抓来聊了一会儿。我很少有这种机会，很少有这种机会和我们的听众朋友来聊天的。其实呢，我自己的话呢，平时也没有说常常去有太多的。我这个属于哪个星座呢？摩羯座呢，就是平时其实也没有说啊特意很多话，或者是跟身边的朋友去谈话要聊很长时间那些的。但是我想的是，我想了解大家。就像刚刚说，我想了解我们的粉丝群里面的听众，哎，其实是一群什么样的人呢？在支持的我的一群啊，就我有一种想要去关心大家的感觉。这种友谊是吧？这是我们的一种特殊的友谊，因为也真的，我好多有一些人呢，他关注我好多好长时间了，甚至有。我刚刚开始到现在七年了，有关注一直到现在有七年以上的，也有一些也是一路走来一路关注，就也还没有见过面呢，是吧？线下演出那些，因为他们可能哎没有去到，比如说我有哪一场演出哎没有去到，然后所以说是没有见过线下的一个演出的，甚至是吧没有看过线下的表演，只是单从网络上面去听过我的歌曲，所以我其实真的很想面对面的对大家说一声感谢，有你们，谢谢大家出现在我的人生道路上面，在我的音乐道路上面，给我带来很多欢乐还有感动。谢谢支持，祝你幸福，全靠缘分。那你们听我的歌曲有多长时间了？大家听我的歌曲有多长时间了？四年了。有一些是2022年开始关注了，刚刚今年是吧？今年年尾就满一年，小萌新就满一年了。所以我其实的话呢，从来没有想到过，哎，我只是
对一份自己喜欢的东西去坚持着做着。比如说我喜欢唱歌，然后我坚持下来了，我做着这件事情，哎，没想到我在做这个事情的时候呢，竟然影响了很多朋友啊，很多身边的我们的这些听众朋友，然后关注到我，而且在我的歌曲当中呢找到了一些能量啊，像我一样，我就是喜欢音乐，音乐给到我一种信念，它让我一直的然后前行。所以呢，我觉得哈，这就是非常奇妙的一种缘分，是吧？我也希望未来的日子啊，每一天里都会有我们的自己人和我一起漫步人生道路， Open 之声会相伴一生。这是我答应大家。快乐，祝你幸福，祝你健康，有个温暖家庭。好了，我们再来一首歌，再送一首歌曲给大家。今天也很开心和我们的寿星字幕君来连个线啊，讲述了一下我们的听众和我之间的一些事情。这种轻松下的闲聊还是挺好的，我觉得。哦，潮哥是从酷狗那边听到，然后再追随到了直播间。有一些是先听歌，先从听歌平台来的，有一些呢是从视频的那些啊短视频上面的平台来的，还有一些呢就是在国外的一些平台收到了，然后再找来直播间的。所以五湖四海的朋友齐聚在我们直播间，真的感谢大家，缘分让我们相遇。感谢这种奇妙的缘分。吃了蛋糕了、哦、我还想说要上一波蛋糕。这个直播间里中间上的这个蛋糕是什么口味？巧克力，是不是那个巧克力口味的蛋糕？上一波。好，我们再来一首歌曲，上一首《总有你鼓励》送上给大家。祝你生日快乐。通常在我人生道路上面呢，感到迷茫的时候呢，总有你们的鼓励。地天地夜像融化了一切，夜雨中他的影子渐逝，才消失的那刻方知过去这关系，再经不起这风雨冲逝。便离夜无望，爱已关闭，夜雨中他将身份代替，为他举起扇子挡开我眼里的泪，信息根基已取走了一切。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两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怎凑巧，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
切，没有一些东西可预计，但始终都去找，只因你在鼓励，再不必将我的心去关闭。谁叫我这晚竟会跟你相遇，两心正好枯萎。谁叫我这晚竟会又重遇你，同在情路跌低，笑一声枕愁敲，哭也找到安慰，就像痛苦已再不有关系，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让无尽暖意回归。也许一生到底，一切超出估计，但是我总会找到你鼓励。热情就算枉费，友情同样美丽，恨愁用歌声代替。谢谢大家，多谢支持，感谢我们小红帽粉丝团每位朋友，同埋啱啱入场嘅朋友咧，可以先点上关注哈。刚刚进场的朋友呢，可以先点上关注。那今天呢，也接近尾声的时候了。重要的消息就是明天上新歌，明天的歌曲是特意为大家准备的，十一放场。放假了是吧，我们放国庆假期，然后呢送上一首好好玩的歌曲，希望大家可以好好玩好好放松，然后放完假继续加油无惧前行。好了，那首歌叫做玩记得搬凳子坐前排哦，在听歌地方啊。 Hello Cougar 我可以收一下哈。明天早上9:30留言区999加爆灯现场，记得留下足迹哈，希望看到你们的身影。这个歌曲就是我们的拿来当晚安的歌曲啊，葵来到时首唱，直播间首唱。通常我们说晚安的都会说晚安。哎，所以刚好现在拿到的一首就是晚安歌了，晚安。明天去酷狗玩。啊，不是今天，不是今天。哎，感谢我们亮汤同场啊，特意每次新歌啊，亮汤都是好准时哦。每次通常在群里发了分享了，然后呢都会进场来捧场首唱的时候。今天的那个歌曲预告我们预告片是吧？发了粉丝群上面，明天哈，明天上线。还有这个视频也是好好玩了，那个视频真的。在某音上面到时会分享哈，现在还没有分享的话呢，也可以先关注小号，我的小号花絮号小 open 哈，大号呢就会有发那个歌曲单曲的那个视频。好了，明天早上9:30同步上线。是的是的，亮汤进场了，天哥有看到吗？好久没来了，有没有什么歌想收听呢？我们送个歌给亮汤哈，真的很长时间没有进直播间。今天还没有噔噔噔，系我我哋要放下先。放假前我们要噔噔噔噔噔。今天很早呢就完成了五星挑战，是不是？啊，刚刚9:00的时候呢就完成了我们的五星挑战，谢谢我们的助力团每位朋友，多谢支持。好，一起唱上我们的战歌。团结创造奇迹，你我要珍惜永伴，准备要分离携手振翅高飞，人面对风波心中少不免争争争争争，人生总要到某些关头忍团结就会破浪成风，嘣嘣嘣嘣嘣，一挥手潇洒勇敢出场，噔噔噔噔噔，人面对高低得失少不免争争争争争，人生起跌似戏一场，噔噔噔噔噔，团结就会创造奇迹，嘣嘣嘣嘣嘣，不要问不需争，请相信人生，相信人生，团结创造奇迹，
谢谢我们小红帽粉丝团每位朋友，谢谢大家。能共对每一天就有开心欢喜，人若要创造成就要花点心机，几多变化与风浪飘忽天气，莫对比要争气，做好享受福气，即使跌倒亦不需愁眉，人生总会有悲有喜，你我要珍惜永伴随，别要分离，携手争次高飞。我来多次，人面对风波心中少不免真真真真真，人生总要到某些关头噔噔噔噔噔，团结就会破浪成风，蹦蹦蹦蹦蹦，一挥手潇洒勇敢出场噔噔噔噔噔，人面对高低得失少不免真真真真真，人生起跌似戏一场噔噔噔噔噔，团结就会创造奇迹蹦蹦蹦蹦蹦，不要问不需真，请相信人生勇勇勇勇勇，来碰个杯假期前碰个杯。能共对每一天就有开心欢喜，人若要创造成就要花点心机，几多变化与风浪飘忽天气，莫退避。我来送上结尾差不多啊，快到尾声再送一首友谊之光好不好，来送上友谊之光，这个这一份送上给我们代表我们的友谊的一首歌曲，记得锁定听歌平台，明天早上9:30上线我们的歌曲玩，好好玩的一首歌送上给大家，陪伴大家度过我们的假期。还有接下来呢，我要送一首代表友谊的歌曲，这首歌曲呢其实歌里面已经有讲到了这一份友谊，我们的自己人默默地关注我，关注我好多年了，这一份支持，这份友谊，虽然没有见过面，但是呢打从心里希望我好的我们的听众朋友，这一份友谊，所以我想用一首歌来唱出这份友谊。我线下其实到线下演出的时候呢也唱过很多，因为为什么我选这首歌呢，因为我到线下去，我是当时我在想到线下去演出哦，可以看到，就是可以看到很多我们自己人嘛，是吧，终于可以看到了，和他们一起来合唱了，这种感觉。所以我说希望有机会呢线下的时候呢我们一起来合唱这首友谊之光，唱出我们的这一份友谊，友谊长传，一起来好吗？人生于世上有几个知己，多少友而能长存，今日别离共你想相两握手，友谊常在你我心里，今天且有暂别，他朝也定能聚首，纵使不能会面，始终也是朋友。
比心比心漂亮，友谊长传，希望有朝一天我们还可以继续碰面，一起来大合唱，唱出我们的歌曲。当然少不了友谊之光，对不对？因为音乐所以相遇，感谢这一份友谊。感谢各位听众朋友们，谢谢收看。好了，我们呢就到尾声了，可以先点上关注哈。明天伤心歌哈，重要的事情说三遍，记得9:30锁定听歌平台，高中老番。好好玩，好好玩。风雨歌，放完假回来再见。感谢各位听众朋友，还没加群的朋友可以加一下小助理进我们的粉丝群，留意到我们的动态。感谢大家，为友谊再干杯，来。放一下我们的片尾曲，熟悉的旋律，继续响起来。好了，我带个片尾曲来又到了。听完歌曲早点休息，祝大家有个愉快的晚上，晚安。晚安的歌曲，晚安的歌曲要出来了，晚安。好，点名点名点名。师哥声，师哥声啊，让我看到你们的身影。非常感谢我们的直播间的朋友，每一位朋友哈，今天晚上呢9:00就完成了我们的福星挑战了，我们的助力团以下，感谢我们的助力团，谢谢我们用户工，还有感谢我们潮哥，谢谢我们遗憾，感谢我们结拜大哥，还有感谢我们老班长，谢谢我们贝妹妹，哇，贝妹妹有了来打卡，感谢我们果冻，还有感谢我们渔民。谢谢我们空白，还有兔子，谢谢大家，多谢支持。好了，跟住落嚟咧，我哋嘅我们的气氛酒哈，就是在收看的朋友可以亮出你们的 ID 号了，来让我熟悉一下，让大家来熟悉一下。波硕玩，凡哥仔有玩哦，怡玩，星辰玩，空白玩，兔子玩，沉默玩，私人眼泪玩。哎呦，好坏哦，这个弹幕非常的坏。收心，今天的收心是木君王，开心一笑王，小飞侠王，出敏王，奋勇王，结拜大哥王，小川王，小小白王，果冻王，魔王王，天哥王，同埋还没加群的朋友赶紧了哈，赶紧了，加小助理进我们大本营，这样以防迷路了，放假回来继续哈。继续送上更多好听的歌曲，还有新歌首唱，到时直播间见。新歌首唱哈，锁定直播间，明天早上上线。晚安，周桃。拜拜，劳拉劳拉，好梦好梦。回群，回群，回群玩。